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78集的节目，大概有5天没有给大家做变形金刚开箱了。今天挑一款，可动雕像的 Last Night 造型的第5集的造型啊，擎天柱 3DZero 所推出的。那我先前的话呢，有购入一款前3集造型啊，但是还没给大家做开箱。那么这款骑车造型的话呢，我是。当时看到官图的时候呢，我就直接预定了。那到了也几天，那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先大概说一个简单的结论好了啊，小毛病还是有的，主要的话还是它的一个漆面。应该怎么说呢？它并不是说涂的不好看，我是真的觉得它实在是太油亮了。那整个玩具呢，在镜头里头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呢，过于的闪亮，导致于说呢，它有一些细节。如果你不是特别特别靠近去看的话呢，基本上它会包覆在一层的光亮当中，啊，这是第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亮度太高了，啊，特别是我们的话呢，有用相机去拍的时候呢，啊，更是能够感觉到它身上这一些有一点点油光的感觉。第二个，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有非常非常浓的油漆的味道，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倒不大啊，像我现在已经。放在外面已经经过了4天了吧，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味道，没有这种气味了。那最后一个，我个人觉得吧，它的身上有一些过度的这个零件，比方说这个地方，它居然是一个白色的塑胶灰啊，像这里吧，这一块，这个至少你用比较深色的塑胶，是不是会好一点？你直接的话用这种比较浅色的。这个材料的话，确实细节上容易。它其实你要说它不容易发现，它还是很暴露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了哦。再来是它身上呢有一些印刷的字体，从武器上面，像是这个这边，哦，还有脚啊这里，有赛星文字是一个细节的表现，但是它是印上去，而不是刻下去的。如果是磕下去的话呢，那就质感会高上很多。那我只是觉得说，以它的价位，台币是6000块钱左右入手的，那这个部分没有做到这一点，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不是那么样的 OK。以我来看的话，你这第5集的造型，你既然是第5集，那你是不是在替换的面雕上？因为它第5集它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吧。它是被昆特莎所控制的，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这个有一个花纹的脸，对不对？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小配件吧。首先，这个匕首我已经把它给装上去。这个匕首第5集里头应该是拿来攻击大黄蜂的，对不对？如果是的话呢，我真希望你一刀就把它刺死好了。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上面有一些自洗的涂装。细节表现度是相当可以的，层次感也算做得很好，它就直接扣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手甲这一块啊，讲到这个手甲，它这一片啊是要把它给拆下来做一个替换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手甲还有另外一片，这一片的话呢是没有开动的，没有开这个洞的，就是你不装匕首的时候呢去使用的。那我们就把它给拆下来。那拆下之前的话呢，我会建议先把这个手甲一起拆下来。那我们单独拆这个。那我在这边先演示一下好了。如果你要装盾的话，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直接的把它给拆下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又使用盾牌的话呢，它有一个连接部件。连接部件的话呢，圆形的话呢是插在盾里头。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形状，还有一个倒角在这儿，我们就是一样的一个形状，把它给安插上去啊。那它的手甲的话呢，包括这个手背这块部分，拿下来啊，因为呢，所有的替换手呢都是共用这一块啊，只要是同一只手都共用这一块，那我是觉得这实在是很不好、不友好的一个把玩体验，因为你这样子一个凸对很多凹，对不对？你这样子拔插，久了就感情就可能会失和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它细节做的还是很好。那因为经过油污的这个处理的话，所以细节会更加的凸显。握持武器的手就是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给一样，把它给拿下来，这样子。那武器的话，我们就顺便看一下，涂装算是做的很好。
那由于金属的光泽呈现度相当的不赖，那但是因为它是塑胶而已，所以你会觉得好像重量有点比例搭不太起来啊。所以我可以看一下里头的细节等等，相当的可以。当然这个可动啊，这个造型手呢，只有这个手的拇指是可以动啊，其他几个造型手都是不能动的。那这个武器握下去啊，其实也是稍微要利用到一点它的本身有点偏软的一个塑胶的特性。那拿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各位还是尽量小心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个握久了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小松弛吧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它的武器啊，这个盾牌它没有办法展开，没有，它就是一块造型而已，上面也有大量的这个旧化的处理。然后呢，它可以背在背部，它的背，我们先欣赏一下，这是它完整版的一个背部的造型，很漂亮啊。然后啊，平常也不容易看得到的这几根的一个烟囱的管子是从这个地方啊延伸出去，这里有细节，两个一样类似于油桶的造型。中间这块部件的话，把它打开之后啊，就会露出一块部件。那这个部件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安插武器。那一样的，透过这个部件把它给扣上去。它的话呢，有一个锁扣啊，有一个卡，有一个准心扣上去，兵器就可以背在后面。然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透过再多一块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部件把它给扣上去，然后的话就可以把武器一样插在后面。你如果从侧边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它非常的厚重啊，非常的厚重。但正面来看的话呢，可能还可以，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后面背这么多的东西。它的一个背部的话呢，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可能都在其他的开箱里面看过，就它一个号称是类似于是龙虾背的一个造型啊。这个地方往下折，它最大的话呢可以折到这么多，这上面还有一段可以折，好，最大可以折到这么多，造型是很漂亮 ，OK， 一层一层的一个甲胄，那可以看到上面这一带，里头空隙比较大，那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你就想象这个为了不要刮到漆啊，你这么做是正常的。那各位也看到了，它这个脚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多了一层的一个关节。那整个的话呢，你如果造型如果你会摆的话呢，它完全是可以往下面看到很低的位置。手臂啊，讲一下吧，这个肩甲也是，虽然我很喜欢骑士 OP 的造型，但是做成把玩的一个状况下，实在是让人觉得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手啊。它的话呢，这个地方往上面提高一点啊，手臂的话呢可以抬到这么高，这里的话呢还是有一块可以抬出来的一个造型。OK， 前后左右转360度转动也是没有问题，就是避开这些部件把它推开一点啊，360度的转动还是可以的。拳头的话呢是一个手肘的话呢可以玩超过于90度。这块部件看起来很有 power 啊，非常有骑士的一个盔甲的感觉。那上面有一些做旧，这个弧度我觉得是全身上下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胸口啊，超巨大的胸甲啊，这个提供了很多娘化的骑士柱啊，都是巨乳设定啊，这个完全是提供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啊。那它的头啊，看一下，我是习惯让它装上漏嘴的一个造型，里头装 LR44 的电池，装上去之后啊，就会按一下就会发出光芒，那是一个水蓝色的眼睛。眼珠里头的话还有很多的细节啊，前后左右看，上下看啊，也可以呈现不同的细节感觉，这个部分的话呢倒是加分很多。脚前后左右踢，那我这款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它的腿理论上是有外摆内收的啊，但是呢我的这边的这个腿啊，我是几乎掰不动它啊，几乎掰不出去，那我也不敢硬掰了，我怕把它给弄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那它这里有一块裙甲啊，不对，有一块小护甲可以挑起来啊，增加我们脚的一个前后动的一个幅度。那前脚掌可以往上踢起来，左右幅度都还是有，但还是一句话，这些小细节小零件的部件还是会多少有一点点的受限，包括你捏玩具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一块尖的部件，对不对？你要是这样用力捏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自己都不敢跟你说一定没有问题啊。那这个膝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一带啊，它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联动，你这样子踢再往上折，它其实都有一些护甲的一些小联动。细看我不能说我自己个人算喜欢，但是我
不能很用力推荐给各位，因为它确实，应该是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让你失望的地方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啦哦。那最大的卖点应该还是细节够多啊，那毛病就是我以我手上这一款关节的松紧，我觉得落差是有点大的。好，那这两条，这个的话呢是油压管什么的吧，但是呢在骑士造型里头就像是两条红色的绳子，那摆 pose 也是很好看。那可动手呢，虽然让人觉得不爽但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太能接受他们连这一块部件啊都把我们省下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体验。作为最后吧，我对比一下这一家的一个玩具，我先前这个是入了这一款前三级的，两者的头身比是一看就是不是同一个画风啊。你虽然说现在站立的 pose 有点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这一款玩具当时被人家抱怨说腿太长啊，其实这样一比较真的是这个腿绝对是太长了，头的比例也是比较偏小。但是你会发现我一开始说的这款玩具的漆面太亮了导致说它虽然身上细节非常的多但是看上去好像糊成一片，你看得出来它有细节但是就是看得不清楚啊，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像散光一样，还是说是因为我散光所以我看不清楚啊。好，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听到这边啊，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我很失望了，真是倒也我个人还是那么一句，我个人喜欢摆在柜子里头，它是一道很好看的风景但是毕竟我们做开箱节目嘛，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如果不是真的很有爱，或者是说经济方面不是那么允许的话，其实这一款我个人并不推荐你入。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